哎，怎么又没收缩了？啊，我现在拍的又没变化，快来那么快啊，小毛！手机内存不是很大吧？到时候录音没有了。我那边可以半个小时变化了。有点变化了，有点了。你要先听一听我，你这么快啊？叶先生啊，你这么快，它是一个过程嘛。现在有点了哦。现在可以看出来了，那这个变化不是很大。收整上收的是可以。你先去练拍，等一下再拍，是吧？如果你估量，你估量一下，收整多少会，咋子？咋子没打架了，打架了？不要你说，行。对。这个可以，是吧？别让他说不可以了。等一下才来了，都白了吧？肯定还来了，啊，模具还要，模具还重新弄。没关系，这样的话实时监控啊，他。实时监控。原来是。那谁会注意那个实时监控？你这话哪个老大和老大会控制？